我也在买几杯精，没有第二秒钟，可能啊，当然不可能说第一念没有分别心呐、啊，你会有一个想法跑来，但是第二念你赶快用佛法就转开了，转开了，啊，就没事了。所以我想，但是不要让自己掉在那个重复的痛苦啊。那特别现在还呼啦，那我们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佛法的慈悲的行为。所以各位，你直接可以讲做两有快乐不？那个是很转念的，你唔能放弃任何一个慈悲的机会啊！看到报纸，看到新闻，听人讲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安尼啊，该做念，那是任何时阵拢保持安尼，保持安尼，开车走路看到，这个人就是无名，人家爱好光明嘛，这个人就艰苦，人家爱好慈悲嘛，啊，你都要借每一个机会去改变家己。有的人较不爱讲话，个性较安怎，较爱念人，较爱骂人，迄嘛是一个习气。啊，但是咱即嘛爱修行好的习气，安慰别人，讲好听话，赞叹，该观想、回向，一直练习，一直练习，一切佛法在内心里面完成。那就有法度修到即阵佛，怎啊倒咧你的心内底啊？这个叫密乘呐，密乘啊。所以佛在你心中嘛，阿弥陀佛在我心，啊，所以呢，去帮助对方啊。那帮助对方，不是讲我来帮助你，那是阿弥陀佛。然后阿弥陀佛进入你的生命来的，所以意思是你要一直这样，一直这样去做。阿伯，我念个开不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那我是无法度啦。我真正叫我念2点钟，我就哇太累了吧，你们念啊。我2点钟讲的，我都烧声。但是阿弥陀佛，我袂使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忝啊。后来我就会不念，我就用心观想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继续超度啊，用各种的方法。因为要修悲心，要先修慈心，慈心，好唔好？就互人欢喜，食好食，即摆想看卖，你看中道的好食歹食？一定好食，哎，你刚就拜托，安怎传嘛传了好食，好，那姑姑阿伯都加一顿，在太阳下跟各位在草皮用午餐，哎，可以切蔬菜这，但是一定要好吃。所以我这个人有个好处啊，我拢去想安怎好食，安怎好啉，安尼啦，后摆卖干阿一个便当，边个果酱安尼啦，个 ice cream。对不对？还有冰淇淋，搁咱海涛法师爱加一 Manila 香草的，你来你想，你一直想，所以各位你要想讲，你要去买一个冰淇淋，互恁囝食，你心态有欢喜无？所以我要先去见我仔讲，哦，原来这个做爸爸也是一种快乐呢，所以我就可以买东西给他呢。然后呢，我即马我出去以后，哦，原来做儿子更快乐呢。我若要等于看阮老母，我就去超市安尼踅一遍，买一大堆七八千块，我毋知伊要食倒一种，规矩装备。因为阮老母足经济诶，然后装备买，我知阮老母有当时爱食，但系我欢喜啊，想话安尼外劳会使食，对不对？外劳很辛苦。然后呢，我讲外劳讲，我妈妈不吃的吼。你都可以带给你外劳朋友吃，因为外劳给他当做老伯，那么这么好呢？因为我认为啊，我让外劳很快乐啊，我老婆不是跟他升天啊，对不对？他就不会赶老婆逃跑啊。所以我那个外劳，我真正每天感谢他，因为在我妈妈在世，一打刚的陪困啊，陪困比查某囝更加查某囝。因为我妈妈一世人就是要孝顺一个查某囝个疼啊，该友好，阮老母拢无，所以阮老母伊若无伫个，伊就哭安尼啦。伊等于结婚一个月，阮兜就拉警报啊，即声无要转来，即声大条啊，安尼。阮老母哭一个月，送到急诊室去安尼啦。后来这一位外劳还真的很感动，他虽然跟他先生结婚了一个月而已，他就回来陪我妈。然后一赔就赔2年了，我跟你安到底呢？我就可怜了，那就可怜了。这也是一个缘分，
他也并不是光为这个为钱，因为觉得外劳不会太爱钱，但是他是因为他可能也相信我讲，哎，我妈妈是他的妈妈，所以他也很照顾他，所以一直到我妈妈往生呢，他跟我要了一件衣服，我妈妈最漂亮的，我买的，我可以不单被等来捅树爷一样了，不是他要穿，因为他要带着，因为他想念我妈妈，啊，所以各位这叫做结好缘，结好缘啊，所以因为。给后援社会来了一个最孝顺的女儿，妈妈最爱的女儿，满足我妈妈这世人的缺憾，那都不差不给啊。所以，当然，所以各位，你老外劳，你对人较好诶，好不好？真正对人较好诶。所以我今摆去别人倒看外劳，我拢甲问，这是虾米人？恁人无共听，迄恁老母。啊，迄是恁虾米人？来甲你对你洗衫，迄对你，你无虐待，你要尽量对好安尼啦。我都会千交代万交代，各位再给我吃饭不啊？你对今日开始，你只要吃饭，爱同观赏个同好食，共福、共神、共众生，好唔好啊？共祖先啊！啊，咱的祖先你也想哦，阿公叫一个哦，啊，迄、那个味都爱去好伊，好唔好啊？从我对阮老爸老母往生啊，我每天都供养啊，同好食，拢个爸母，我看阮爸母拢个笑啊，笑到会变较悬啦。就去记录世界，啊，重点是咱的心的友好拢伫的。啊，你对爸母的感恩的心，你会晓用啊？啊，你毋才会去用，会晓用去感恩别人，啊，了解吗？讲其实爸母也好，你的囝嘛好，你的先生太太，是互你练习爱众生的助缘呐，安尼啊。你安怎对待你的爸母亲生囝，你就安尼去对待每一个。有的人抱狗啊，抱狗足古锥呢，啊，后下回咱来抱猪。哦，哎，赶快哦！一只猪啊，我赞赞赞，对不对？意思讲以爱狗的方式去爱每一只动物，安尼啦，每一个生命，该只鸟鼠啊，好唔好啊？哎，对好，所以那安尼就是，但是你若无迄个点对爸母，那么你就无法度去对众生的慈悲。虽然即摆用同好食的上供下施六道消灾百味，拢要互伊食了欢喜，念一遍来，食完就超度。那叫饿鬼升天，往生净土，好一家都解脱了。所以各位太太，煮较好食，互恁翁食，好唔好啊？卖哪念哪煮，啊，无伊就袂解脱，安尼啦。天神示现三条梯子啊，金的、琉璃的、银的，啊，佛陀徛中啊，上帝、玉皇大帝伫边啊，边啊，拢做者天神，哦，对佛陀来，那我世间的人足欢喜，足欢喜。大家拢看到，或大家拢咧共用啊，所以咱即马咧念即个不空摩尼，你观想，咱咧庆祝佛陀落来，好唔好啊？天降日啊，然后呢，哦，咱大家足欢喜诶，背后那佛陀落来众生就放光啊，就超度啊，所以这上供来布施哦，下施一切轮回众生，拢看到佛天神嘛，发菩提心啊，任何一个在你面前的一个人事物，都是你宿世的因缘。但是你要用真心对待他，你不能说，哎，这现在来应付，我不喜欢应付的人啊，我认为应付啊，自己虚伪掉了没意思啊。当然，佛教的目的啊，就是希望把佛的力量啊，加上我们的悲心，展现在每一寸土地、每一个地方。所以我今天这样说，希望各位记起来，念一下《大转法轮》。那边呢？大转法轮呢？来，欢喜自在，大慈大悲，呵护众生啊！来来，对众生就好就好啊！不管你对人歹，你嘛对好啊！然后这样来，疼痛众生啊，关怀众生，千万不要说，哎，我是佛教徒，我袂使笑哦，我袂使，我都爱格格不入哦，因为我乞丐哦，我乞丐哦。那这样以后，你就不了解大乘佛教了。大乘佛教的戒是无我的空性，利他的菩提心啊，所以完全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啊，对几只狗啊，你别给它攻下来；对几只狼，你别给它攻下来；对查甫人，你别给它攻下来。所以有时候各位不要太依靠，有时候自己也要超度自己啊。啊，你别超度自己，你头壳咧疼，你要慢慢一直跟他沟通。那是什么方式？你有法度可以感觉讲你对好，
你喊一切。当然，佛教讲的是空性，空性不是无，空性是爱一切，了解吗？空性就是无分别一切，去爱一切，叫做空性。嗯，当然要达到那个阶段不太容易，但是如果你这样去做，乃至你还没有达到空性，可能你也会有一个感受吧。所以很多人问我说：“阿边洛，那你偶尔你可以去打坐一下，体悟他的心态啊。但是重点是，你不要排斥他啊，你不要排斥他，你不要怕他，你不要一直只管你的感受，而不管到对方的感受啊。所以你堕胎有没有超度？那因为你没有去感受这个胎儿对你的爱。像我妈妈就超度不起，我老母超度一个查甫也超度不起。想话，我老婆我等下讲，他认为他是两个男胎，他才堕胎的，他就是要生一个女儿，他不可能公开查甫给那个退掉啊那样。但是他拿了第二个，真的是女的，那这个女孩子就很怨我妈妈，又爱我，她知道我妈妈很爱她，然后她又怨我妈妈为什么把她拿掉，所以她就在我妈妈的肾脏啊、胆啊跑来跑去，她没有那个脊椎骨啊，就在那边跑来跑去，那所以我妈妈。就是脊椎会断掉啊，胆被拿掉啊，在临终前是因为肾脏的问题啊。但是我妈妈就是她没有办法，所以我不要发觉我搞老婆讲那是查某的，她更生气。我说妈妈真正无唔对是查某的，她更生气。后来我讲这个方法不对，会让她更伤心，不是生气了。伊明明爱个要死，她为什么把她拿掉？所以后来我只能说我跟。我老许光华这里说的，这个女胎儿是在我妈妈死以后去，我们把她超度到极乐世界，她才超度来的，因为她没有跟我妈妈的啦。她如果跟我妈妈就没事了，哎，但是她只是说，问老婆我刚住帮我妈妈往生以后，我还是上个月有做的梦，我看到我妈妈脸色苍白，躺在床上，我老婆我们就去给她睡改那边的。那都在做鬼嘛，然后他就带我手甲叫我，因为他脸色苍白，抓去看，也多一个查某囡仔，多一个查某囡仔，但是他没有脸，但是我知道她是女生的，对吧？因为小孩子可能堕胎了，他变成好像有个身体，我好像看到喉咙，他没有脸，那我就知道意思，我没给您骗，那是我梦中很清楚的。所以我就做得很认真对待我这个妹妹了。那我这样说的意思是，各位，可能你就要练习一种心态很柔软。那好，后来人被超度，我发觉大家做得这么大哦，供万灯、供万水、大超度。但是如果你的心态有一点硬，乃至漠不关心，或是一种对立，你都不要多超度啊。当然，我们就跟他一直想办法就。有一点这样说了，这样比喻好了。你18岁交女朋友，这个女朋友啊就很刁钻，她每天晚上也要叫你跟她讲你爱我，她不会困不起来的。你还要去想啊，你莫闲了跟你想起抹上内部，那你搞不清楚查某啊，你偏个啪，男人是没耐心，因为他不了解你，他说这太太被底下面啊在多啊盯多啊考那冲下来呢。那小孩子在考虑嘛，在哦，完了一杯得之后，我栽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冤亲债主，你要有这个悲心去感受他需要什么，你没有这个悲心耐心，就超度不了他。所以，我想不是光对冤亲债，外景为公。当你开始有心去对待你的冤亲债主是如此的时候，你同样用这样的心去感受到，念下来，意念众生苦，感受众生苦。啊，你要去感受的也苦，而升起疼惜的大悲心，安尼就超度一半。啊，你感受的也苦，你去个安慰，然后呢，一定要安慰啊，还叫做功德啊，然后揣去极乐世界，他就愿意去了。但是如果你没办法这么做的话，那就无法度。所以我想各位，咱既然讲要超度众生、普度众生，咱就要让众生看到咱就安心、就平静。然后啊，表达咱对伊的关心，然后从多爱关心就是希望伊有法度信因果啊，去极乐世界。即马恁老爸无下分，恁免紧张。你经常用这种心态上供下施回向给伊，所以各位，
大乘佛法咧，叫咱爱定定想要去帮助众生，对众生帮助来底来殊为空性啊，来圆满慈悲，离开众生大悲为根本，没有办法圆满你的菩提心，因为。